上前压制做得非常好，刚才又是一个击斧，又一个。第二回合比赛开始，马上就压上来了，又是一个顶膝，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。现场的华人和华侨朋友们也是给予了赵忠阳非常热烈的掌声。组合连击就要多打一些，又是一个击斧，好的，对刚才的这三拳打得非常连贯。对，现在马克马伦有点危险了，果然被裁判给了一个读秒。哎，有效果，有效果，带来效果。世界闻名，哎，稳就倒了，太厉害腰带，太厉害！这平台的拳法是炉火纯青，天齐比赛吗？哇！这也是臂展的优势，还有一个拳击技巧。这个赵云啊，今天太猛了。